人问我的邻居的爱好，我说 She used to play the piano every evening. 她过去每天傍晚都弹钢琴。这句话和我说 He's used to playing the piano every evening. 他习惯于每天傍晚弹钢琴。表面看起来好像区别不大，可是实际上他们之间有很大的区别。Used to 是过去常常的意思，它有现在已经不是的含义了。所以我们说 He used to play the piano every evening， 就是说他过去每天傍晚都弹钢琴，而现在已经不是这样了。Used to 后面要跟动词原形，它的 to 相当于不定式的 to， 可以把 used 理解成是 used 过去式。在构成否定和疑问句时，也可以借助 did， 也可以不用。例如 She didn't used to do it, did she? 她过去是不做这个的，对吗？ She used not to do it, used she? 她过去不做这个，对吗？而第二句中用到的 be used to 是习惯于的意思，所以那句话是说他习惯于每天傍晚弹钢琴，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这只是习惯而已。这里的 to 是介词，所以后面要跟名词、代词和动名词。如果你想说你不习惯时，只要在 be 后面加上 not 就可以了。比如 I am not used to being treated like this， 我不习惯被这样对待。